各位嘉宾、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出席由澳门智慧人民例证会主办、冠诺仪基金会合办、各位嘉宾、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在这里再次欢迎大家光临啊！欢迎大家出席由澳门智慧人民例证会主办、冠诺仪基金会合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講好中國故事，我們的驕傲，奧運健兒麗賢書發展的開幕儀式。我是今天的司儀劉遠芬。今年適逢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以及奧運年，因此澳门智慧人民例证会为着更能服务讲好中国故事及澳门故事，举办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的骄傲奥运健儿丽贤书发展。书发展将会透过书法与运动员的励志名言结合成为作品，既能推动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更加是对中国体育健儿辉煌成就的一个颂扬，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次生动展现。今次的展览期是由今日开始直至到10月12日，欢迎各位市民和旅客前来这里参观的。在仪式开始之前，我们有请澳门智慧人民例证会吴在权会长为我们致辞，有请。啲同學們可以企埋啲啊！好高興啊！今日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的宣傳文化部部長、副部長白冰小姐，尊敬的澳門體育局局長張子軒先生，尊敬的教育及青年发展局高等教育厅代厅长谭少华小姐，尊敬的澳门立法会议员郑安婷先生，尊敬的澳门立法会议员陈浩星先生，尊敬的冠诺仪基金会主席冠诺仪先生，尊敬的澳门美术协会会长陆希先生，尊敬的澳门书法院院长欧耀南先生，尊敬的澳门城市大学校长代表创新设计学院执行副院长黄伯芬先生，尊敬的澳门濠江中学副校长陈步善先生，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道老师、传媒界的朋友、同学们、老师们、校长们，大家下午好。首先啊，请让我代表澳门智慧人民例证会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拨冗出席今日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我的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我们的骄傲奥运健儿丽贤书发展，并且对合办单位冠诺仪基金会提供咁优厚、咁好嘅环境嘅场地咧，表示一个诚挚嘅感谢。诚如我哋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嘅时候讲：你们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看到了中国开放包容、昂扬进取的时代风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锐气和底气。中国体育代表团坚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弘扬了体育道德风尚，赢得了广泛尊重认可，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形象。作为体育界一个盛事，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確實是使到我們國家是一個展現了非常有效地向更多全世界各地展現了我們國家的實力和形象。這個可以見到奧運是更加有助於強化國家自豪感和提高一個愛國的熱情，夯實中國精神的內涵。對於澳門的市民老百姓來說，是看到了國家奧運健兒的精彩表現之外，奪得時刻、奪得金牌的這個時刻，和這個奮勇拼搏的努力，我們大家都感覺和感動得，同時呢更潛移默化地強化了一個愛國的激情。今年更加是適逢我們國家75周年的華誕，這個巴黎的奧運會是我們國家的奧運健兒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是獻給祖國75周年華誕的一個最好的獻禮。奧運健兒在今年8月31日來到澳門，得到了澳門的市民大眾、青年朋友們等等的熱烈歡迎，更加是受到澳門年輕的一輩的喜愛和追捧，可謂雙向奔赴，將愛國的熱情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既是突顯了國家對澳門的關心，亦都展現了澳門心向祖國的一個熱情。因此我們希望憑著這一次的書發展，結合中國傳統的文藝形式，將奧運健兒一個愛國、拼搏、堅持等優秀的精神的內涵展現出來，既是發揮了宣傳傳統的文化，亦都是帶動影響了更多澳門的年輕人了解國家的體育事業乃至各方面的快速發展的成就，強化青年朋友和廣大的市民一個愛國的熱情，為祖國75周年這個華誕和澳門回歸25周年的雙慶的之年錦上添花。最後請容許我再次代表主辦單位澳門智慧人民藝政會，對各位的嘉賓朋友的莅臨指導支持表示一個最衷心的感謝。祝這次展覽取得圓滿的成功，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萬事如意。剛才在未曾開始開幕之前，同我們福建學校有十幾二十位同學已經來到參觀，我同他們逐一逐幅去介紹了之後，校長同老師們呢一個很衷誠的要求，希望這個展覽能夠在這裡結束之後去到學校的展出，亦都很感謝我們體發局張局長的欣賞，他覺得是可以一些給一些展現得更多的青年朋友、澳門市民的參觀，很衷心地感謝你們，祝這次的展覽圓滿成功，大家身體健康，事業進步，多謝大家。謝謝吳會長，亦都請吳會長留步。現在將會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剪彩儀式，有請以下助禮嘉賓。首先有請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副部長白冰小姐，澳門體育局局長張子軒先生，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代廳長譚少華小姐，澳門立法會議員鄭安廷先生，澳門立法會議員陳浩昇先生，官樂怡基金會主席官樂怡先生，澳門美術協會會長陸希先生，澳門書法院院長歐耀南先生，澳門城市大學校長代表、創新設計學院執行副院長黃伯芬先生，澳門濠江中學副校長陳步善先生，有請咁多位，亦都請我哋嘅同事將金展遞上。好啦，相信咁多位傳媒朋友都好想留住呢一刻咁有紀念價值嘅時刻，咁所以大家就要準備呢個鏡頭，亦都麻煩我哋嘅剪彩嘉賓們向前面嘅鏡頭
望一望，大家影张大合照。咁各位嘉宾，喺我数三声之后，大家就一同挥展，为我哋嘅展览揭开序幕啦！准备，三、二、一，预祝我哋今次嘅展览圆满成功，亦都多谢咁多位嘅主礼嘉宾。嚟紧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有请吴会长为我哋带同我哋嘅主礼嘉宾一起去参观我哋呢一次咁精彩嘅展览。我哋将时间交俾吴会长。好啊，好衷心咁感谢咧各位主礼嘉宾。到呢刻咧，请容许我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呢个一啲嘅作品，简单介绍。咁呢度呢一张咧，其实系本人咧喺知道澳门。即係知道我哋中國嘅建議咧，嚟到澳門嘅時候咧，我就做咗一個呢一張嘅序言。序言咧，同埋顯示一個體育精神啊、文化自信啊咁等等呢一張咧，其實個概念咧就係咁樣，就係、是、慶祝呢個奧運建，即係奧運建議禮言咧個書發展由序言到到結語。咁呢度咧就係用阿馬王堆白書啊，同埋一個嘅我嘅本身自己嘅行草去寫出嚟，作為一個咁嘅引介。咁當然呢邊咧係一個主題，就唔需要介紹啦。因為特區裏邊咧就用我們的驕傲啊作為一個主題，所以咧我亦都係喺好短嘅時間咧就揸住我們的驕傲作為一個主題咧，以講好中國故事咧嚟到作為一個背壁。咁跟住呢度咧呢一對咧。就係、是、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咧，就係、是、以前毛澤東主席嘅講嘅，咁好有意思。而呢個金牌咧，就顯現咗我哋得到呢個四十面嘅金牌啊，同埋其他嘅銀獎、銀牌同牌咧，過埋夠91個。其實咧喺個金牌同美國咧係打成平手，但係中國香港咧，我哋冇加上去，加埋中國香港咧，我哋係贏咗嘅，就係咁嘅意思。咁呢度咧就係、是、有各類嘅，有呢、這個舉重咧，有呢、這個嘅等等，即係好多類型嘅，好多類型嘅都有。就講咗點樣攞到第一面金牌啊？呢、這個兩個雙打又點啊？呢、這個係經過一個點樣努力咧，去達到一個實至名歸。咁呢個就係一開始嘅時候攞個開門紅嘅獎牌啊！咁等等。呢、这個咧就係、是、第十八金啊！呢、这個就係劉洋個體操嘅吊環。呢度咧亦係乒乓球嘅女子。咁呢個裏邊嘅有啲語句咧，全部都係啲運動員咧佢一個勵志嘅説話嚟嘅。咁就喺個我度有啲簡簡單單，即係有啲就係、是、寫得密啲，有啲寫疏啲，有大啲細啲，用唔同嘅形式。咁呢個背景嘅情況底下咧，主體咧就喺網上。在一啲嘅網上裏邊咧，就打印出嚟咧，然之後咁去編排嘅。而呢啲嘅準備咧，其實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咧嚟再準備嘅。啊，呢、这個就咁樣。呢度咧，其實呢度咧，亦都又要講講。呢度頭先我喺講話時間都有講啦。喺競技、喺道德風格，其實最重要咧喺道德同埋一個風格喺個競技呢三個領域上高咧，我哋都係能夠攞到個金牌。呢、这個只係一個重要，就唔係話食埋一啲咩藥啊，要等等。我哋係第一有道德、有風格、有競技，攞金牌。咁咁樣做法咧，就更加顯揚咗俾全世界都睇到我哋中國人民嘅志氣、鋭氣、底氣，係嘛？呢啲都係有個意義喺度。呢度咧就講一個嗰、那個啊徐嘉儀追求啊，呢度點樣啊呢、这個通過呢一個互相之間嘅合作啊，然後攞到咗呢一個嘅藝術嘅金牌啊等等。呢度同樣一樣道理啦，佢哋攞咗金牌，佢哋顯示到呢個國家俾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要緬懷啲細路仔，呢度咧就緬懷啲學子呢個推圓球嘅。每一次雖然佢今次喺奧運裏邊咧係得唔到嘅金牌，佢得到第五名，但係佢喺2021年嘅時候喺呢個已經係得到咗一個金牌，喺個東京奧運嗰時得金牌。咁所以佢話每一次咧都要必然要有一個自我嘅。呢、这、一個超越嘅等等，呢、这個就攞第三金呢、这個李善。呢度咧一對咧就係話喺一啲年青嘅後生嘅訓練員喺點樣能得有幾次嘅回搏？这次呢次咧呢度就講不畏強手，要拼搏為國爭光。
呢、这個就係我哋特區喺熱烈歡迎咧國家奧運而家嘅情景。呢、这個咧，這張咧是我2008年我是一個奧運澳門嘅舉旗手，36號，當時代表。這個是一個小的，大的在那邊，就這樣子。這個裡頭來講咧，就是每一張。这个马龙呢，刚才介绍给小学生看到，这个马龙呢，他当然了，是我国首位直奥运奥运会世锦会亚洲杯世界杯亚锦赛巡回赛总决赛全运会单打冠军温医生的全满贯的男子选手，代表中国在国际上拿到6届的金牌，这个是很难得了，给小孩子介绍啊，这个是给小孩子说百炼要成钢，谁不是百炼成钢啊？是这个概念。这里头都是一样，中国代表队显然的优异成绩等等。这个呢，我们其实说过了，只要勇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即使没有拿到金牌，都同样值得尊敬和表扬的。这个，那么这里头呢，就是外国看不起我们，他拿下了这个潘简洛，他。100米的自由泳，他说你看不起我们的，我拿下了，这个是也是一个历史。这个呢是唱的，他说很艰难，但得到的情况下非常的甜甜甜，就这个概念。这边呢，习主席说，勉励奥运建议祖国人民为你们的骄傲，为你们的点赞，这个呢就创造了世界纪录，希望你们再接再厉，这个对联。那么其他的很多呢，决赛啦，最后一刻啊，啊，这个也是，啊，这个是拼的。他我当天有看，他是最后啊，这个哎拿到这个网球，哇，那天很激烈，很激烈，对对，没错了，在处于下风的情况底下，追过过头的，啊，这个里头也是一样了，非常女子跳水了，啊，这个。啊，这个等等非常好，他们说乒乓运打我做到了，这样子。这个呢就是我当年了，2008年5月，这个是当时可举手了，本来也有一套了，现在不好穿了。这边呢，这边呢就是我们澳门特区。当天晚上呢，我这个主题我们的骄傲只看到8月31号我才赶出来的，是这样子的。说这个就是这个就互动的情况啊，这个给勉励这个年轻的一个坚毅拼搏啊，纪念品留念啦、啊，鼓励青年要勇敢追梦啊，亲切交流啊等等。所以大概这些里头来讲呢，都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把它做出来的。感谢大家，真的感谢大家，感谢。我们可以啊，
近咧，兩百出頭。我就係知你做唔到，翻嚟講。